Hello， 我是菲菲。我最近发现化妆和仿妆特别火，不仅那幅画好看，就连仿妆的那个人都很好看，而且有些人就像从化妆里面走出来一样，哇，真的是大饱眼福啊！看看吧。我今天发现了一张绝美的男图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到没有？他的眼神特别会演绎，楚楚可怜，却又透着一股很有魅力的感觉，就完全有点把持不住，这种味道你们懂的。哎呦，这也太好看了，我也想拍，我能为他素颜值不限。飘摇在月光在照耀，也在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。他的仿妆跟这张图好像哦，而且他第一张图上有一点点像李易峰，真的一瞬间，而且很有气质的一个小男生。挺像的，我的天啊，这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，不会的，不可能，这是现实，我要清醒一点。我来交作业了。我无名分，我不多圈，我与你呢。太美太仙，太好看了吧，这完全就是大片呢、啊、人家的手真的是画手啊，而且这妆容可以吊打一条街的人。吊这个白月光的仿妆太好看了。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其实我看上了他那朵玫瑰花，好好看啊，真的就像是白月光，一片纯洁。再给大家仿一个这个妆。那 let me see you milkshake。 哎呦，这种妆容我喜欢，而且这种风格我也喜欢。不过我稍微觉得他有点像杨超越，也有一点像张含韵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以前呢，画师都是根据真人来画画的，现在呢，反而变成了真人来仿妆画中人，而且他们的化妆技术真的是厉害，哎，只有羡慕的份了。记得关注我，喜欢看什么视频，记得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